唱歌我都想進步一下，但係最後都係冇咗件事。原來兩句唱曬喎，所以我今日好想學唱歌，就係因為我平時好懶。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，我係餅老師，我係一個歌唱老師。我教過的學生有泳兒、雨菲、梁詠琪、鄭伊健、谷子喬、吳若希、雲浩影、Anson Bean、方力申，好多好多，整個樂壇你教曬啦已經，所以樂壇已死咯。李老師啊，我有個朋友咧想跟你學唱歌，佢今日咧帶咗個 demo 嚟俾你聽下，睇下你有咩意見。OK。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哀，分不清，好像走音咁咯，即系佢企唔稳啊，佢争咗啲嘅，好尴尬，好难听啊，唱得。What's wrong with her？ 浪里分不清咁样听，应该要企稳啲咯。爱你啊，好难听，我要大声，我要冚住自己。譬如呢度咧，我觉得咧，佢就系因为有个感觉。咁所以咧，佢準備得好好，但系佢一收細聲咧，就唔俾力啦，佢軟賴賴。咁我嗰啲肌肉一閂埋，咁咧就會有一個嗰啲聲啦。咁呢啲其實係雙聲嘅其中一種嘅表現嚟。佢發咯，好，我揾翻俾你睇。又有起，佢嗰個起字咧，佢 H 啊，佢 H 啊，係。我明白，因為很多唱歌的人都會想保養自己的聲音啊，靚聲啊，或者唱歌的時候要點樣小心啊咁啊。但我真的完全冇嘅，同埋我成日喺度尖叫啦，喺度係咁笑啦。演唱會之前我係會食麻辣火鍋啦，食薯條啦。呢個學生有得教啊？我覺得佢有得教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佢音準拍子咧，我覺得嚟得幾好。咁同埋佢嗰種好似華之你嗰種唱法咧，佢又好有自己嘅風格，但係就唔知佢聽唔聽話。Hello， 我叫做梁嘉欣啊 ，Serenity 你好，系啊，我准备好了，好嚟啦吧，嗯，俾老师我好开心，头先你俾嗰啲 comments 我咧，系我平时我都知嘅，但系咧我唔会主动去改善噶，真人嘅声音，佢叫 Peter， 多谢你嘅牺牲，系啊，心形喎呢个，系啊，心形系。手指哦，摸住你的喉咙 ，OK， 摸摸到有啲骨啦。我条颈有啲肥啊。系啦，你好多割咗扁桃腺啊，有冇有影响？唔关事。你唱啲开心歌嘅时候咧，可能你会笑啦。好假噶，会笑啦。Hello， 咦？哦，系点啊？两边啊 ，OK。咦？系啦，好似黐线咁 ，I love it。可唔可以背对住个 camera？ 呢个太影响。唱嗰個起字咧，點解會又有起咁樣啦？即如果你唱翻嗰個年代嘅歌咧，就又有起，要起，係啦係啦。嗰個震音係喺呢度定邊度？呢度又有起，又有起，起起起。如果唱唱下咧，我無啦啦寫咗首歌叫《又有起》啊！冇英健康，但係長輩或者係前輩嘅説話咧，我係所有都接受啦。係睇下我改唔改到，唔係話我唔願意改，係有時真係改唔到。即係譬如我阿媽成日叫我減肥啦，或者成日叫我即係唱歌唱得似啲佢個偶像譚先生啦。咁我真係唱唔到嘛？你嘅歌咧，即係好多款式啦。係啊係啊，就算講愛情咧，你都係好強者。想要有一個好柔弱嘅你，容易受傷的女人係soft， 係好柔弱，係唔止 soft， 係喺裡面意思上要啊輸曬，輸曬啊！好係啊，你唔怪㗎，你贏㗎嘛，唔可以好似你平時嗰個咁有霸氣咁樣唱。我好想拍呢啲 MV 啊！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，请珍惜。开心喎，我的心如明白，我继
续情缘热恋，这个容易受伤的武器，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。好啦，咁头先你咪武器嘅，系啊，受伤的女人唔武器嘅，其实呢个咧就系你个心理嘅准备。哦，是心理的、okay, 心理的准备。好了、你吸一啖气，然后由一路数数数数到你武器为止。一二三四五六四一四二四三四四。哦，四十四，即系唔够气是我的心理障碍。Yes， 紧张要准备自己的心理，准备啦，系攞住个夹仔走啦。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骤来骤去，请珍惜我的心。原来两句唱晒噶，即系自己谂谂咯，原来系幻想就得噶咯。Yes， 即系幻想力唔够就唱唔到，即系你系信自己唱到就唱到咯。想加重最深刻是学到原来我不够气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气，开启了这个地狱之门，我将来唱歌就会越来越写得越来越长，再加上他教我怎样幻想自己的声带的开合，令到自己的声音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如果他真的很自正康圆去唱歌，就没有贴近生活的风格，但如果你是叻的话，你就是现在的味道你又做到，以前的味道你又做到，而不是去否定人家以前做落的事。否定过去呢其实都是另外一种你很在意，但我真的完全不在意，那就学东西 OK， 旧东西 OK， 新东西 OK， 那就看看哪边好玩那就去哪边。不要吃什麼那個